不是完了吗？那一波完了，不是满盘皆输。跳，等一下，哇去，这样子没有一下。先看我主播打传奇，上个月传奇关的多，这个月传奇不是很好玩。 这还开，太狠了！
What up? Future King over here. Protect the air.女武神太强了，这女武神已经加强了。女武神现在那个旋风能把小顶多。不敢砸火箭。谢谢库珀的超级守护，谢谢。夏屠夫解他挺好，但是又怕他对面有那个。这一波我们只能先滚，但这个鬼步丢出去也有一定的风险，毕竟对面是可以下那个的，下屠夫在这，屠夫会打蝙蝠，会稍微停一下，他如果不好勾，这个时候他刚好能勾，我刚好补上哥布林，他就算剑友补上个瓦基里，哎呀，瓦基里没有往那边打，还行，8500杯能达到经典12圣马不一定。得看你打8500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了，就比如说我打8500，那就轻轻松松了，那肯定能打到12神。你打8500，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打到8500的，是直接连胜，还是说啊打了整整一年才打上去，这个还是有差别的。我去，不得了。我去，不得了呀！哎呀，给对面打懵了，打了两年半才上来8500是什么水平？打两年半才上来8500，那一定是真爱水平。今天又是完成了虎牙的任务啊，虎牙给我送了5个血瓶。哎，哇靠，这样被捅一下好亏，这什么卡呀、钻机有可能，哎呀刚好进范围，墓园啊！
我靠，这瓦基里也被赚到他。听爹啊。不过还好直接死200。这个凤凰挺难受的，如果下这个的话可能会把它吸过来。哎呦，完了呀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再借雨。我去，我以为这样打很不下的。矿工，精彩自制大作的最终形态其实是玩家自制啊，是玩家自制的呀！我去，我怎么看啊？我看个球啊，看。哇，一下子被我敲到，哇，这什么啊，又是墓园。矿工觉醒的话，觉醒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呢？我觉得两条命挺好的。再来一下吧，没有再来了。它是什么建筑来着？没有下过。哦，下过了，迫击炮。不好意思啊。
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哎，洗歪了。我去，对面这守的也太烂了。哎呀，没起活到呀！打到后面还有点乱呀，我去，这个塔攻击速度有点快。又要十一杠三警告，哎呀，这里怎么有采集器，什么玩意啊，这是为什么匹配那么快，我玩的是国际服啊，国服终于挑战匹配不到了，我去，差一点点，这打死起码多敲两三下，火箭不炸他，我都下牌了，我就不炸他了，我下了个瓦基里再炸他的话就直接亏五费，瓦基里被他解掉，你国际服匹配不到人吗？什么情况呢？
一个冰豆子能不能把左边给解掉？他只有一个火球，十二个啊。